Yeah.
无色声声为触法，无眼见那智，无语识觉，无明明无。
为宣扬佛陀慈悲智慧，使佛法广为流通，中华印经协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，不间断地印制各类佛教经典、书刊、漫画等等，让不同年龄、不同族群的大众皆能择其所好。同时感恩每一位护法菩萨，有了大家的护持，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，共结善缘。借由好书的熏陶，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，福慧增长，圆成佛道。祈愿梵音永流传，慧命不止息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